一次。这一颗神话回到中国的土地上，令我有无穷的感慨。我希望这一次法会做过之后，全国上下一致发动诗人，跟国泰民安，五谷丰登，人民安乐，风调雨顺，一切的灾难呢，都没有。那么，虽然如此，还希望国家元首和老百姓共同的努力把国家治理这个有天胜利来这个贞观之治，那么这样子大家就应该各尽各的取材元首尽元首的取材，老百姓尽老百姓的取材，互相呢谅而不争，互相呢尊重不要令这个国家有这个财产的损失，人命的损失这些我所希望的。那么还有希望每年呢都做一次治国洗灾的观音大会法会，以观音菩萨的不可思议大悲权力来保国鲁民可是我们老百姓和国家也要付出一份呢的真心的代价。这真心是什么呢？希望在这个法会的期间呢在全国要能赚宰杀，能赚这个赌，能赚这个一切一切不合法的行为，这是要紧的。因为大家都能斋戒沐浴，才可以称上帝。咱们人人呢都和上帝是通的呢。如果我们把这个和上帝这个道路认了，所以就各走各的路，哪不知道取天地好生之德那么就有一些个麻烦制造出来。希望这国家一切的人民无论哪一个阶层都不要示威，不要弄这个暴力的行为来这个自杀，互相残杀，互相那么争斗，这是一种大错特错的。俺们应该共同相安无事，然后做的这个一样的这个好果民以暴力的手段夺取一切的利益，这都是不决定的，都是不能你夺人的钱，人家也要夺你的钱，你杀人人也杀你，你打人人也打你，这个因果律是你要是公正人，人也去公正你，所谓尽人者人恒尽之，爱人者人恒爱之，你杀人者就人恒杀死你打人了人就打你，所以呢这就是日是因日是果，
啊，你种花园就吃饭果，种鹅云就吃鹅果，啊，种茄子不会啊，生辣椒的，所以各位呢，啊，都要扶起这个护国旗开，这是江人大悲法会啊，这种大悲心呢，它的财运，对吧？这个悲可能打苦。观音菩萨打出我们的苦，苦呢就能娱乐，那么娱乐打苦，这是菩萨的行为。而每一个人也都要学啊，观音菩萨这样的慈悲，这样的施舍，这样的帮助其他的人。所以助人为快乐之本。啊，求大家乐呀，就要帮助其他的人。你不帮助其他的人，是想自己得到利益呀，那不是乐，那不是真正的大福利区的乐。啊，那是没有侥幸，回头得到了，那不久啊，也就会没有了。所以这个来之不善，去之不易。来的容易，去的也很容易的。所以各位啊，这一点要知道，对这个我们在哪一个阶层里是能工商官是读书的人呢、就好好读书，种田的人也好好种田，你把你那个田呢种的多收一点。工是做工的人呢，要尽自己的责任，不是给人家做工。这做工啊，就是要尽自己的为这个国家服务的一种责任啊，不要偷工减料，不要马马虎虎的他是做生意的，做生意也要讲本图利，不要这个投机取巧，所谓从小无期你那个货真价实不要弄一些假货来骗其他的人，你骗人呢，他的人也骗你做官的是要为老百姓来做公仆，是解决老百姓的一切的困难的问题。所以我们各按其职，各守各的本位不要错了位。所以岁富贵行不富贵，岁贫贱行不贫贱，岁一敌行不一敌，岁患难行不患难。咱们在哪一个岗位上，就要尽自己责任，那才是做人的本分啦。各位善知识，各位恶知识，各位不善不恶的知识，什么叫善知识？善知识就是通达佛的无上甚深微妙法，能以把无上甚深微妙法继承起来，传给一切众生，令佛教发扬光大，好像这开朗，就是做这个工作，成立开朗是一个大善知识。我到这儿来呀，跟他学了很多。我这个人因为很固执，他就叫我不要固执。我这个人不愿应酬的，他说叫我应酬。我这个
因为性情很刚强，那么突然间呢，叫我没有纸招，没有啊，这种的，随缘呢，还好像，不容易。今年是头一次到台南，这个宝地，这个台南呢，是不是莲花台的南边呢？离莲花台呀，它也不太远。那么，咱们人人呢，接近莲花台，就不要错过机会。莲花台有九品，有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这是极乐世界九品莲花是我们的父母的。咱们现在既然接近这个莲花台了，咱们就要大家一心念佛，一心呢来给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弥陀妙法王，无师拔教尽寒藏，行人但能专师诵，定如寂光不动常。这个念佛法门是三根不配，立顿兼收，三根就是有智慧的和没有不智慧的，和又有智慧又不圆满，也就是方才呀说这个善知识和这个恶知识，不善不恶的知识。那么这个恶知识啊，可以说是啊，它叫我们以它为戒，所以这也是我们的知识。善知识我们要照它小写，那么不善不恶的知识我们要向它看齐，要向它这个一样，然后我们再从那个不善不恶有了善的方面去走，这也就是一个持戒的知识。持戒的知识就是诸恶不作，众善奉行，也就是时时刻刻都要止恶防非。咱们能时时刻刻止恶防非，诸恶不作，众善奉行，咱们这就是一个佛教或者真弟子，能也摘善而从，无善而改，是道才进，非道才退。咱们能摘善而从，无善而改，这就是要具有摘法眼。摘法眼就是明辨是非，能以知音打火。那么这一个就是善恶夹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恶都要它去，善要它纯善而无恶。那么
木的样子像的，去反面来给我们，咱们要能认识这个反面的这个知识，咱们就与道它要不太远了，与佛法也很近了。一般人都是不能在反面上找好处，不能在这个恶知识的面前呢能感谢他，所以就变成了互相格格不相入了。你他虽然是恶知识来反面度你，你能在反面明白他一切是考验，看我怎么办。对景绕不实，须再从头练。这是我说的这么几句白话，也由这几句白话看看，无论善知识恶知识都是考验我们的功夫的。你的功夫要够了，善也不会摇动你的定力，恶也不会摇动你的定力。你时时都如如不动，了了成名，能以把这个善恶的知识融会贯通，这样子呢你对佛法渐渐的就会入到佳境去。咱们所以不能深入佛经藏智慧入海，就因为听见好的话就高兴，听见不好的话就烦恼。这个境界打不破是对佛法谈不到认识。咱们真正要明白佛法，不要说他毁谤我，从他谤任他飞，他说对，把火烧尽徒自黑呀。这个就像他拿着一把火，想要把天烧了，他烧来烧去，烧不到天，自己就疲倦了。我们恰似引甘露，我听见他这个恶言对我的无理相加，我要这个像引甘露。甘露那么样的清凉，那么样的香甜，那么样的滋润我的自信。要有这样的看法，你就不会生烦恼，也不会对这个恶知识不高兴的。所以嘛，就要把它整明白了。我们恰似引甘露，我听见这个歌言我就像得到甘露一样，骁勇顿悟，不思议。我能这样的把它明白了，又能反过来找它的好处，这种就骁勇都化了，一切的烦恼无明都化为乌有了。这个说法呀我不会说我会说什么呢，我会骂人所以今天又说堕胎不对，又说大家乐不对，又说买股票不对，又说发财不对，又说受穷也不对。你说什么对？没有一个对的让我来说你们都对，我不对我讲这个净讲人家不对，自己怎么会对呢？是不是应该要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人，知人不知反其智，理人不达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
知道我的谁呢？天主啊，天主他知道我说这话是为什么啊？恐怕天主也不愿意我说，说你真是啊，哎，你太愚痴了，净说人家不愿意听的话，这有什么意思啊？那个天主说，你们都是好孩子啊，啊，这爱天主爱一切的人，一切的人啊也爱天主，说是啊，祷告天主说，主啊主啊，你在我的心里，我在你的怀里啊，这叫干什么呢啊？这是啊，就耍无赖，依赖天主。俺们人应该呀，自己站立起来。俺们有父亲母亲，可是俺们不应该就依赖父亲母亲呢，给俺们打江山。俺们自己也要啊，去努力去。去啊，好好啊，知道怎么样做人啊。我说来说去啊，我也不知道谁不高兴。那么现在我要啊，请这个不高兴我说所说的话的人出来来谈一谈。我们谁不满意我说的话，就请上来谈一谈，面对面呢，来说一说，我在万佛城啊，我们开这个宗教联席会议，我提倡这是，我说啊，要想世界好，国家好，人民好。最好怎么样呢？最好这政府的官员尽义务啊，不拿钱啊，给大家来做公仆。哎、啊，也就是啊，不贪污，不受贿啊。哪一个国家他这个做官的贪污受贿？那个国家不会存在的，啊，一定会啊，不会久的。你们看着，这个你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哪个国家政府是大公无私、治政不偏的，啊，那个领导的人聪明有智慧，这一定这国家治理得好，啊，老百姓啊。都受他的恩宰。嗯，俺们希望俺们中国在21世纪啊，做世间治国的这个各国的元首啊，做他们的一个模范。咱们中国人啊，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这八德，这八德就是啊，做人的根本啊。俺们不要啊，把这八德忘了，这个俺们国家一定强盛，这就是真正护国，真正喜灾。俺们本照道德、仁义道德去做人去。把我们人格做好了啊，俺们不欺骗人，人也没有人欺骗俺们啊，就是还是方才那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不加到旁人。所以我们大家应该觉醒，好好把我们的国家
治理好了它，在二十一世纪，我们中国，是中国的，这个走运的时候啊，国运昌隆了，人人呢，都有福了。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啊，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三念。三念是什么？就是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愿度一切众生，同登彼岸，这是三念。五官呢，就是一济公多少，量彼来处；二存己德恒，全缺盈功；三防心离过，贪等为总；四正视良药，微妙辛苦；五微成道也，应受此时。那么这是出家人呢、吃饭的时候所观想的，所要不忘记的三念五观的方法。因为时间很短促，我不详细来解释它。我现在想说的是什么？就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因为那个能人呢、铲地的时候，在那边锄这个草的时候，日当午，那个太阳啊正在中午的时候，能人那个汗呢、滴到那个五谷的下边那个土上边，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哪一个人你吃饭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啊，这个碗里头这个饭，盘子里这个菜呀，粒粒皆辛苦啊，条条菜呀，都是农夫的血汗来做成的，来培养成的。俺们吃的时候，如果不修道啊，这是因果不晓的。所谓丝竹一粒米，重入须弥山，吃了不修道，披毛戴脚还，不是那么容易就把这个债就还了的。所以这一点俺们人人呢都要切记切记，不要忽略了，不要吃了饭，吃了斋饭斋菜不修道啊，不要啊吃了斋菜斋饭斋菜那个地方胡闹啊，
不要吃了斋菜斋饭再吃完了就睡觉啊，这是不可以的。俺们智您这个一着错输了满盘棋呀、啊、俺们就因为处处不检点自己，所以呀、啊、修道修不成功啊，这是啊俺们每一个人啊要特别特别注意的。咱们还有等一等接灾之后啊，无论哪一位来念观音菩萨的时候，请不要啊再见着我呢，见着这个小蚂蚁了，就要向小蚂蚁来打我你去啊，我自己比自己是个小蚂蚁，其实我真是个小蚂蚁。在无量劫以前呢，做了不知多少百千万亿年的小蚂蚁，然后又做小蚊虫啊。那么你们见到这个小蚂蚁小蚊虫打蚊心，你们见到佛见到菩萨反而啊不注意了，这是啊舍本逐末。还有就变呢，我不是小蚂蚁，不是小蚊虫，我呀回来你们在你们心目中啊是个出家人，回来是个菩萨，回来是个佛。你在念观音菩萨的时候也不可以呀 不专心一致在那念观音菩萨，你呀又去啊东看西看东找西找的，这就证明你对观音菩萨没有信心，没有真正啊明白观世音菩萨那个重要性。其实你念观音菩萨那比给我叩头啊还要功德大，你不要见着我了就把观音菩萨不念了而打问心，你打问心这正是啊你不认识佛法啊。昨天我为什么可以说你是个外道，你是个旁门左道，不明白佛教的真正意义啊，你根本呢在佛教里竟成了一种贪心啊，你一存贪心呢、啊、那佛菩萨都知道的，知道你这有贪念来呀啊见异思迁啊被警戒所转啊，说你这个念观音菩萨口念观音心散乱，喉咙喊破也突然呐、啊。那么，我昨天呢，为什么坐到那个下边那个台上了呢？我就避免你们就看见我的面呢，就来打问心。你们后边的人还回头来打问心，这真是啊，令我没有法子教化你们了。你们台湾的善知识啊到处皆是啊，那么教化你们我不相信他们这样教化你们啊，可是你们竟然不听教化，竟然呢见着我这个原来的和尚会念经啊，哎于是乎嘛啊就把啊他这个各位善知识教化你们的这个佛法呀就都忘了啊，真是啊哎这一点呢各位小佛法的人要注意，以后无论走到啊念佛绕佛的时候见着啊那无论哪个大德高僧来了，不需要我舍了我念佛而对他打问心回来顶礼，这样呢叫扰乱秩序，
你那一打问些，后边那个人就不能往前走了，啊，后边那个问不能往前走，那就像那个流水似的，在那堵住了，啊，不能流通了，不能流通就不能通达无碍，把这个次序就打乱了。所以呀、啊，俺们佛教徒做一切一切的事情。啊，当然呢，要强攻夺我，可是不能啊，紊乱秩序，按照秩序，按照这个次第啊，来这个拜佛呀，供养啊，学习佛法呀，不能啊，略等而进啊。那么你要略等而进呢、啊？不但没有功德，而且还呀、啊，错了因果。说你这个法师啊，哎，我们给你打问些，你骂我们，真是不识恭敬。我没有叫你恭敬我，啊，我不识恭敬，那你就不要恭敬我吗？为什么见着我要打问些？啊，说那我们不知道你这么。你这么不讲道理啊，那你现在知道了，那就不要一错再错了。我所说的话啊，不管对不对，那么你有智慧，你是知道的。嗯。